喜欢这个东西是我们苗族的父辈传下来的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但是我们骨子里面就有这种银子，对于种这种崇拜，银子对我们小伙苗族小伙子来说就是这种崇拜，一种可以说是一种信仰。我真的有钱了，我就希望把我们苗族这个东西发扬光大，继续走这道，不像人家掺假啊、作弊啊这些，就一直做下去，凭自己的良心把这些事情做好。也靠这个生活，也是继承父业，不要管私财，对钱就自己生活，够自己生活就可以了。想说想做的图腾的，这全部在银饰里面的，这银饰啊，这些手镯啊，还有这些衣服啊，全部绣在上面，雕在上面，就可以表达自己的想说的话，想做什么都没有，为这全部记载在上面去。这个银饰、雕刻这些图案和这些文物，就是说是我们苗族的一个语言吧。我也希望他以后长大后也希望给自己传下去，他只要他愿意的，就把他传下去，一代代的传下去了。